有没有人抓野呀？这你挡住了我与他的对望，罪不可恕。一级我们家有卢仙，对面稻草人，哎呀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，算了吧，不去了啊。这能玩，那能玩啊，就卡点呗。但这个就是单纯的卡，跟我那个还不一样呢，我那属于丢包，他这就是单纯的就是卡，延迟大一点。你剩一滴血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三狼 F 六都不打，直接奔蓝 buff 跟蛤蟆啊！哎，其实我觉得晕时间长、晕时间短都一样，没啥区别。插眼去了吧？嗯，插眼去了。我们直接一手 W 定住，戳 A 两下，再平 A， 不上了。打他个石头人，好，这波等腰子收完兵，我们再上来一波。可以的，剑阵来 E 一下 A 一下 W 杀 A 两下，兄弟这直接撤呀，这就被打了。主要还是我那 W 吧，它空了。你有传送没有？你有传送可以啊，稻草人收兵，我打个三狼，三狼打完，我们去下路把那蟹打了。我们再去上路啊，没事儿，这上路我们可以无限来，中路就别来了，中路六级再往这走，中路不好抓这玩意儿呢，先把下路卸打了。伊苏尔德，我的爱人，你大爷的，他真是有点烦人呐。给他晕了，我扎人有点多，
这可帮不了兄弟们，这就没办法了啊。有点烦啊，野区压力稍微有点大。哎呀，我上路跟着妖子杀人，有点杀不了。小龙还没还能往上路走一波啊，看这卡米尔交不交易。我今天必须得抓他一波。我定扎。A 两下真的不好杀。哎呀兄弟，这怎么能越塔呀，这哎真头痛，这腰子本身就没啥伤害你知道吧。我干个队友，他自己进塔，完事你说我干个队友，这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你说，那本身他就不能往里进了。打个峡谷来。啊、我不来他能上吗？我操，这你都能赖到我，我说属实是不知道该说啥了兄弟。真逗，打个蓝 buff。 过来拿蓝呢，蓝不拿，往中路走一波。这里头好像有眼儿，没打。没哪路能干克的呀，伤害稍微高一点。来，
牛巴死！起飞！隐秘身体。我直接放一首峡谷先锋。我操，咋进这么猛啊？哎呦啊，这有点厉害啊，这穴位也是有点厉害，不曾想过这个进能如此之猛。先打进，我感觉到他仍在这世上盘桓。我想想要不要出个海妖，我决定这英雄出个盾弓，咱先来个盾弓，来个攻速海。哎呀，这攻速海有点傻，应该出水门海好一点。这波我们去上路。哎呀，下路收小龙也行，收小龙吧，这波把小龙收了。赶紧把小龙打了，这小龙是必须得收的，撤一手啊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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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了。一切终将破溃，直到他重归我的怀里。因为这英雄太脆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怕出那个，我怕出那个那海妖直接死了。他是真能跑，再来一波，我还就不信那个事儿了呢。真的好难抓，我的天哪，难抓的一匹。拉克斯怎么还跑过来了？不能打，溜了吧，兄弟！多少钱？1200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吸点血。然后我再过去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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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没有多少蓝，
那腰着大招呢。怎么不早点放大呀，兄弟，早点过来呀。先出个这个，然后我们再搞个破败。他不早点放大，他上线就有大，我眼瞅着那腰子有大招的不放，一开始早点过来直接放大给皎月，皎月死不了，这卡米尔都得死。哎呦，我这把可以给他赶快的，可闹心了，杀不了人。那卡米尔不交易，他先交易，我们都杀不了。中路赶快一波吧。哎呀，不行，打不了，没人呢。而且他们家这下路100%有技能，可以打他。人我们直接进来杀稻草人啊！来起飞，吸，给大 Q A， 再吸 Q W E， 可以。哎，他每杀一个人大招就会直接重置，是不是放完技能直接撇大就好了，应该。先去打个红的，我能放这个东西啊。吸惩戒 AE， 能不能把他杀了，杀了我吸他。先给个控，赶紧打这龙，赶紧打。哎，先杀稻草人儿。哎，控制确实有点难。跑跑，别打了。
这把我们应该水银还，其实应该水银还。这个大招到底它的范围有多远呢？我现在单挑应该是基本上是无敌的，只要被我定住，都能打得过。我可以放稻草人的眼儿，现在异能过强吗？不能，这个英雄除了 R 没有能过强技能。异下真能跑的人是真的，我掏戳，这是怎么？这也能跟上来？得了，后边卡密尔啊！我说错了，除了卡密尔，哼，我们都打得过，除了卡密尔。是个废人，你们打大龙有什么用？还6000血，这不去一手？哎，我操这一个坑！哇，兄弟们，这波我要起飞了，注意看啊！Nice， 打大龙！这不打大龙？我吸一口哟，我决定来个板甲，出西地一秒多一个 Q。恨我咒，是人请变，一切终将破。知道他只会。这英雄还可以，我说实话，真的还可以，不算特别的垃圾。一开始玩吧，没找到方法。顺起来也随便杀的，就是这把我帮他腰着赶客，也打不死人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先杀稻草人，给他吸沉默恐惧吸。哎，这英雄他妈不触发盾弓可是真恶心啊！那变身死了不触发盾弓有个屁用啊呢？我后悔了，有点不想。有点出错了，这盾弓。
别吸稻草人，怎么不吸稻草人？有人就得吸，大招免费的，不吸白不吸，而且吸可以变无敌。那盾弓出的不好，我一开始本以为这个英雄啊，他可能会被秒，所以我出一手盾弓，但我现在发现没用，就出纯虚虚装，要么就纯右装，盾弓一点用都没有，卸手都不用出，就出抗性血量装。我这条大龙打下来怎么感觉一点用都没有？硬杀我呀！哎呦我的天，我头好痛啊！看你们的了。这火蓝是个勇者呀，火蓝。眼儿是 bug 了，眼儿。变成稻草人的眼了，因为我吸了稻草人，呵呵，我变身成为稻草人过，然后眼就变了。卢仙是闪现交了吗？新英雄仇恨挺大呀，稻草人跳大跳，一个人像个傻逼似的，真让人生气。我先给你插个眼儿，兄弟。杀 ADC， 我吸，怎么的呀？为啥走啊？大龙，不行啊，这得撤一手了，这打不过呀。我去吸点血啊，上路没了，不会没的。小龙啊，小龙38秒，24秒，还好，小龙也没多长时间，我们完全可以在对面打小龙期间直接打大龙，打。打大龙，来直接打大龙，他们不是要打小龙吗？我们直接打大龙。他的尸躯也带走了胡夜歌，破败之王从此谢幕。小龙换大龙，这不血赚吗？这不随便换吗？跟对面还换了一个高地。
挺好。推中，速度推中，皎月上路指定一万个人，赶紧推。继续推，撤。我推了，查两个稻草人儿。哎呀，我不应该拿蓝的，我拿蓝干嘛呀？哎，无所谓了，谁拿都一样，反正都是好兄弟。我觉得是时候跟人单挑一波，杀点人了，兄弟们。真的，我觉得是时候杀点人了，让你们看看这个英雄恐怖的地方。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眼儿啊？不敢蹲，我现在没带扫描，他不让我带，他不让我带扫描，我都不知道哪地方有没有眼儿。爱是何等的渺茫又脆弱。稻草人有扫描，我知道稻草人有扫描。那不放了吗？刚才稻草人，这是为何？原来爱升个16，出点右装，给我杀来吸。大招起手，不大招起手，我用什么技能起手？又碰不着人，不用大招起手，用别的技能起手也碰不着人啊！杀稻草人来！哎，沉默，恐惧，吸，给大起飞，卡米尔一过来，哎，起飞一 WQ 一下，哎，我给大一过来 A 掏一下，戳一下 A 两下，闪现 A 一个大招空了，没关系，吸，放个雷，哎呦我操，这不挺有意思的，这多有意思啊。